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新的形势和需要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完全必要的。